老师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我叫不知火花耶，在联邦理事会行政委员会担任防卫室主任职务。啊呵呵，令行政官说话一向惜字如金。那在正式打招呼之前，容我先简单向您介绍一下行政委员会。没有，我只是坐在安全的地方下达命令而已。真正辛苦的是这里的康纳局长等基层人员。借此机会，我想再次衷心地对沙乐的老师表示感谢。这太令人感动了，但是原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主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失言了。我刚才的话就当没听到吧，康纳局长。老师，我们防卫室会积极协助沙乐的。请老师在那些孩子的身旁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追寻自己的梦想。没关系，其实我在行政委员会还是很受信任的。而且和肩负起精英们未来的代价相比，这个人情还是很划算的。那么老师，SRT 学院的学员们，Rabbit 小队的队员们，就都拜托您了。